形状，那我们从身体的肢体画形状，其实我们直接用我们简单的一个手指头就可以画出很多的线条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没错，第一个让大家猜一下我画什么东西。好，猜一下，小宝猜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正方形。正方形。好，第二个，非常明显，三角形。好，第三个，圆形。圆形，因为你刚画了这样子。没错，圆形，一个 O， 对，圆形。那再画一个，还是圆形啊？没有，尺寸不一样。观众已经告诉我答案了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的参赛队伍就是我们的大园高中街舞社 ，Make some noise。谢谢。